好，同学们，今天我们呢要教大家呢来临摹清代一些名家作品的花鸟作品啊。那么我们在这个画布上呢，你们看这一幅啊，是08年的那楼啊洋楼跟那个院子啊楼一图啊。那么他呢，你看好了，先把洋楼画好，画好以后呢，那么院子呢在洋楼的壁后啊，那你看把楼一呢，它是让开啊，那么用那个胶木的来画成那个院子的风致来啊，你看啊，那么我们先照它一样啊，先画那个楼杆啊，枝干楼的啊，那么再画叶画好，我们再画院子啊，我们来开始画啊，这个壁呢用这个木啊，再放一点的砂石啊。蚱蜢的颜色啊，我们从上面画下来。那么它这里呢，有个上面挑起来一只这里再补上一遍好，篓子画好以后呢，我们再补上那个篓叶篓叶呢也是这只长风的狼毫在那个花青里面拼一点藤黄那么我们再调一下黄的颜色多一点这样呢。我们，从上面画下来要用近的它是用偏锋但是时刻那么再放点水放点水。中间下面08年呢，它都是用偏锋，但是杆子呢还是竖起来，所以看起来很。神，很赏，很贱，好，我们再添上一个柳枝接下来呢，我们画燕子了在这里补一张也是拿这支笔，用浓的，你看我们呢。现在这里点上它的头部，浓一点，好，它的臂部一笔，那么再用浓的，那么这里这种翅膀好，那么它的嘴巴呢，在这里呢。那么这里呢，应该用淡墨了这里呢，也用淡墨。它很奇怪它这个尾巴呢，用。不浓的颜色来一笔，在这里呢，再安排一个新印子新花头，
升华了，眼睛。嘴巴啊，浓墨，哎，燕子，用淡墨，哎，在肚皮上画出来。它的胶啊，我们先把它画出来。这个胶在这里，好，也可以用这支笔，用那个胭脂加点朱标，再加一点黄的。灯黄的啊，也加的扎实，用在他的下巴上面。好，我们整体看一下啊。那他题词呢，在题在这两条上面啊，我们等一下题下来啊，来啊，好，我们再来画一幅。同学们看，这也是2008年的一幅画啊，他的画法呢，也是先画好枝啊叶以后，最后加那个鸟的，这是一个白里红啊，那么这个是枫叶啊，那么我们先把这个枝啊叶画好以后，最后再加那个。鸟啊，我们来啊，他呢也是用这支瘦长的狼毫笔啊，我们也是模仿他啊，我们先用墨啊，墨呢，我们先是下面这一笔啊，你看他也是赤峰，这样赤峰上去，那水少了，那么慢很慢的，很慢很慢。这样一边啊，那么这里这一边啊，一边呢，开始的时候呢，它因为水多了，你看啊，它很快的啊，到这里呢水少了，慢了，那么我们再一下啊。这里再加一支，浓一点的笔，好，我们补上叶。算一下啊，我们要在这里，安排一只鸟儿啊。好，我们就开始画鸟了，也是这只受封的狼毫笔啊。起笔呢是画那个嘴巴，他这个，这看到他的头部，眼睛在边上，这样一点点这个眼睛，那么是一个白里翁，白里翁呢，我们在这里画成白里翁啊。
它的颈毛呢也白的，哎，枯瘪了，花了，哎，那么接下去呢，它的臂部呢也有几根毛啊。它的翅膀啊，在这里。它的胸部呢，在这里。尾巴，因为这个树干呢有点湿病，那么我们这个毛呢要枯病，哎，从这里下来。用 dam 把它融化一下。用点 dam 融化一下。好，我们去把两只脚画好啊。脚呢也是扎实，加一点点朱标，这个呢，它这个胶呢，它在头部呢招痒痒，哎，你看，哎，挤得很高的。好，两只脚好了以后呢，接下来呢，把它的胸部画出来。胸部呢，我们用色笔让开它的胶，好，眼睛呢在这里，我们知道啊。好，我们呢这颜色啊，这颜色呢是藤黄啊里面啊。藤黄里面，加一点做扎实，我们从这里扎，清水多一点，把这个白的毛，要明显的衬托出来。好，它的嘴巴呢，有点发青。这一边呢，觉得还不够来劲，再补上一遍。好，这样呢，比较协调了，淡的跟枯的啊。好，那么这个枫叶呢，我们加上，
这个枫叶呢，要慢慢的生花开来，很肥，很湿润，哎。我们在这个鸟儿的头部呢，我们再补上一遍，让它纹化开来，哎。好了，我们再整体看一下啊。好，这一幅就结束了啊，我们再换一幅啊。好，同学们，你们看这幅画也是2008年的。它是芦苇跟那个水鸟，那么芦苇呢，我们是用白描啊来处理一下，那么把那个水鸟呢啊，点多放呢分开来，很有神气啊。那么水呢也是淡淡的，远上几片啊。那么我们看这幅画呢，好像挺复杂的，其实呢并不复杂。你看这样呢，哎，前面的几条画好了呢，那么后面一条一条的加上去，哎。加上去呢，就是依次呢把它让开，这样呢一层一层的，哎，不复杂的啊。我们来示范一下啊，啊，也是这只啊长风的啊树皮啊。我们先勾啊，哎，边上的啊一条先勾出来，把它的哎。这个叶子的有一种这带的一种样子啊，要把它画出来。第二张画好啊，那么呢，后面这里画一张上去了，这样画过去，哎，画到这里为止啊。那么后面一张。哎，你注意它的织带的样子啊，织过来，这里有一点啊，那么这里呢，织下来，那么这里再画一张叶子，后面还有一张，一层一层的，哎。好，这里画好了嘛？这里还有一张很主要的一只，哎，要画出来。这样，好。你看这样呢，有条不紊，哎。一张一张的搭交起来，很是方便哎。你画好了，一画，哎，你画过去，注意不要搭住在那边，让开下来，一张一张让开下来，这样来。这里可以再补上一张。马上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是画那个水鸟。水鸟呢，我们从它的眼睛画起啊，在这里画一张。好，我们马上画嘴巴，向上的。嘴巴画好以后，画眼睛最后的，哎，那么。一层一层的，哎，它是用干瘪，干瘪的擦啊，啊，我们呢可以用大一点的笔了啊，可以从下面画啊，下面呢
那尾巴比较浓一点的，因为这只臂上呢，拽了一下浓嘛，有点浓，那么从下面浓的开始，你一边边让开，要鉴别，这个宣纸上的水印要看得出来。慢慢的到上面，这里也把它补上，补上。好，等一会儿呢，我们加颜色啊，胶在这里，等一会儿加好了。那么这里还有一只鸟啊，我们先把它的眼睛画起啊，安排在这个地方。嘴巴，好，我们再画一只大的鼻啊，画它的头部，哎。好，我们呢，炸颜色好了啊，先用那个炸黄、炸色，跟那个藤黄，这两种颜色呢，在它的头上啊开始画。这样下来，这里也涂上好了，这里也，垫上，让它颜色跟水墨呢混在一起，好，那么它的嘴巴呢，扎实，跟那个朱标。嘴红一点的，那么它的脚呢也是这样，也是扎实，就那个坐标，这里一扎，这里一扎，在下面，这里也一扎，这里。好，我们的这个水呢。用那个草绿色的跟那个花青，调在一起，那么我们要淡一点，放点水啊，怎样呢？红的不错，因为这个符合那个水的一种阴历水的阴历要画出来。那么把这个白色的芦苇呢衬托出来，这个水纹呢一定要符合黄的笔触。慢慢的，上面的淡了，可以枯了淡，枯了淡，淡起来，淡起来，枯起来，慢慢的上去，用点清水好了，这样呢。芦苇呢，不要这颜色，这样呢很有韵味的。中国画呢，其实就是，记住一些韵味了，一种节奏。
不一定要写的像真实一样的，这样节奏感出来了。哎，我们整体该看一下啊，好，可以了。好，同学们，我们论半截的话呢，我们就临摹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要临摹那个朱朦胧的花鸟。好，再会。